想看看我看到了什么。两条狗。爸爸，你这个姿势我好痛苦。爸爸，你还在躺啊？爸爸，我的脚痛啊！你这是什么姿势？我也知道他什么姿势。我觉得站起来一点我还舒服。又躺。我的脚。你不看吗？爸爸起来。现在要做不？要吃零食，快！他该做梦。睡觉吧。那么啊，爸爸换你去模仿他。喂，做梦你，嗯？抖也是像那个头，这个颈椎吗？又疼，痛死我的脚！因为你平时瑜伽练多一点的啦。我想练掉我的脚。不要玩了啦，现在快点去跟他梳毛，梳完毛冲凉，然后就要打针了。哇，还要撑一下子哦！你知道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，再半个小时又半个小时了吗？我拿一个大的给你，那大的。这个呢，你们出吗？对，人呢？人狗一用。你用什么？你用什么？你用什么？妈咪用什么？哎，哦，原来可以用。哦，原来那个铁不是很痛的哎，在我身上不是这样吗？所以应该没有弄到皮肤，应该是弄到它的肉。嗯，好，不要玩了，来开箱一个刚收到的东西。啥？帮到我了吗？肯定帮到你了。来了，还等什么？快点，加班快点。嘣，就这个梳毛机、细毛机、推毛机，这样多机机在一起的那个，头先有一个纸巾。再来有一个摆，所以是啥 ？TJ 的 Pet Grooming Vacuum Cleaner， 专门给这种多毛的娃娃。它还可以剪毛的哦，剪毛了，然后它毛就吸进去机器里面。对，它这个是边理边细的黑科技，这样就不会这毛乱乱飞了喽。早有就轻松喽。你看它还有那个狗的那个手掌印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再开，这是机身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Sofa brush 哦，除掉那个 sofa 上的毛哦。钢筋操。这样我们的床，还有点烫衣服、烫斗的样子。哦，这个是剃毛的哎，然后你可以调你要多少 mm。你看它里面这么多东西，它是五个功能一步到位，它有剪毛、梳毛，还有细毛，各种各样的。高科技，你看这个，它上面有印那些，是放什么头、什么刷头的。有哎。那我现在全部安装上去啊。哇，这么多个头啊，那好像是去宠物店铺的命一样。就全部设备都齐全，是不是？是哦。这个很容易开，你知道吗？这样的。来，没事，你过去。卡到那个顶上，按一下。啊？一直按。后面这个也是按的。咦，这里还有一个头哎，这个是梳啥的呢？你看好细哦，这个是梳什么的呢？很细哦，它这个头。
就可以了。给了他切麦他切。刚刚弄出来这一只呢，它其实是像吸尘机这样的东西，就给你吸那些手发边缘啊。然后这边呢才是梳宠物的功能梳，有这五个哦，这个是可以剪的哦，然后其他都是梳哦，这个我觉得是清理的，然后这个是可以手发的。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声音大不大，等一下我们再给宝宝用，我们先试一下。鸡生鸡生小贵，小小一家，喂鼎威。感觉现在的科技啊，越做越方便。当然是要方便才有人要呗。现在来试看它的声音。哦，可以这样小声啊！原来可以调了。我以为是一个功能一次过哦，这样大声。我先试一下我自己梳自己那个风。我觉得你这个是危险示范呢。妈妈看，哎呦，一瞬间我都看不到，展示一下它的吸力。小心哦。哇，真的直接就吸掉了耶。样子忍住一下子啊。没有这么干净过。这边。你看原本。外面哇，来看它连了多少毛，弄。现在用这个双发的开片来清理一下的床，你应该开最大声不是？像细跟高丽一点哦，你们可能看不到有毛啊，因为我眼睛看到很多毛。然后要来吸一下最肮脏的地方，就这里。都是我的头发呀！感觉它可以拿来做吸尘机用。它是结合了细、剪、梳，你以为你可以跑去哪里呀？你这个东西很长的嘞。看我们还可以来到这里找你，嗯。喂，舒服。没有吗？没到外面。换这个，一个版本的。是你后面那个打结的，看吗？看到。其实哦，外面朋友啊或者亲戚啊看到我都会问哦，你自己给他冲凉啊？对，我自己给他冲凉。其实为什么有两点？第一点，我有试过给他去外面冲，但是我是要选我可以看到他的啦。然后我发现其实没有很干净，不知道是不是钱给到不到位，所以就没有很干净。然后第二点就是呢，我们发现某某店，他们在跟宠物冲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打。用那个花洒打那一个宠物，所以呢，我也不知道如果哪一天我送去，然后我没有的看它会发生什么，我不懂嘛，所以我就坚持自己冲，甘愿。可是以前我跟他说，一定是一堆毛的，一堆毛过后那个地上也是全部闪闪的毛，哇，你每天看到的沟里有那个毛，好沟里有的不，输了就会收一圈那种。所以现在有那个机器全部吸在里面了，地上有没有毛？
全部在这里，粉粉的嘞。如果没有吸进来的话，地上也是会觉得好像很粉很粉，因为它的毛一定有那种灰尘。嗯，白白的，一粒一粒的。它很小个，很方便。嗯，就这样。我现在哈、哦、跟它弄到它累，我想要继续模仿它，我可以一整天不用做激素去。爸爸对不对？爸爸我要做你，我下辈子做你，你做我好吗？爸爸你手很干净耶，刚才剃得很干净耶。哇，爸爸这是你的手吗？叫我做谁？你做爸爸。我还是做我。爸爸我们就睡觉吧。不仅有些狗啊也会讲人话，人也会讲狗话。1 2 3 4 我不会接。怎么没？吃狗饼啊？住。哈？这样我要什么？shit。宝宝 shit。我要做什么？我又不可以吃。哈？住。你干嘛？你要做梦，你到底要做梦？你就是 copycat。什么？他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我看他一天的生活怎样？又要他，又要他。啊！爸爸，我没有办法像你师父这样。我知道了啦，收起来。老板，看小编，你没有模仿到位。要怎样？我的手很差。这是你的问题。出去了。出来，你一不动我不动。 Let's go。 哎呦喂，哇，怎么我看你讲个戏啊。扑街下来啦！快跟啊，过去，跟过去。Hello， 你看小便呢？讲讲。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没有变强。
我会在马桶上面他会吗？我想问你。又上去干嘛？喂喂！我就不开。假动作。肯定觉得很奇怪了吗？对对对对，来甩一下。我的头发，爸爸，你甩多一次。为什么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给我。你现在有什么问题？你们要怎样？一整天都这样，谁做饭？哦，我做饭。这已经是我的 maximum 了。没有啊，很正确啊。不正确。他的那个脚是哪？狗爬式是这样的吗？脚底。